贝嘛。对的，因为我还没吃过。当然没吃过了，这不好买，就算你全省都不好买。茯苓膏，中药的药材，你多吃很好。哦，所以不是红豆。红豆还不稀罕，它里面有茯苓的成分。然后再问一下张生是不是红豆？是。好好好好。这个进的都买全白的。十块钱，请你一遍六口，小姐一下。